以每日平均使用量71000人次的原宿车站为起点，竹下通、表参道一带，每逢周末假日必挤满穿着时髦的男女年轻学生。在高中生中一直保有高度讨论度的韩国品牌 Stylelanda， 在原宿众多可丽饼店中一直保有高度人气的 Santa Monica， 以及店里饰品均价只要324日元的 Prada Kids。 除了时下最夯的彩妆用品之外，原宿还聚集了各种年轻人最爱的美食，以及各种便宜又新潮的饰品及品牌服饰。从国小到高中的流行品牌一应俱全的日本青少女服饰商场 Solado， 这里的风格青春可爱，不会太超龄。除了衣服以外，更有包包、鞋子、帽子和小物。另外常见的品牌 Vigo 也非常值得一逛哦。作为时尚本营的元素，也是美食的集散地之一。除了贡茶，最近新开的这间日本五十岚 Koiti 也相当受到日本 JK 的欢迎。Koiti 主打色泽犹如鲑鱼卵的黄金珍珠奶茶，号称成分天然，无添加色素。我点了中杯的珍珠乌龙拿铁，中杯要价是670日元。整体喝起来感觉真的跟台湾的五十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都很好喝。虽然价位偏贵，但是对于我这种在日本的台湾游子而言，这里真的是可以一解乡愁的好去处呢。近年来 Instabuy 这类适合晒 IG 的景点在日本非常的受欢迎，店家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，从店内摆饰到商品都无所不用其极的将卡哇伊发挥到最大的限度。而其中深受 JK 喜爱的就是这间元素电器商会，这里除了冰品，灯泡造型的饮品更是这里的一大卖点，店内更充满了各种适合拍照的摆饰及背景。店员还推荐小猪造型的冰淇淋是最有人气的，下次大家也不妨来这里尝鲜吧。寒风不止在台湾吹得凶，在日本也是如此，因此现在元素随处可见韩国的美食、彩妆及商品。这间 Snowy Village 除了76个之外，还贩售冰品、饮品、辣炒年糕等最新的韩国美食。来自纽约的人气甜点店 Max Brenner 是喜欢巧克力的甜食族一定会爱上的餐厅，其中店内相当人气的就是这款棉花糖巧克力披萨。它单片的售价呢是420日元，口感属于 Q 弹有嚼劲的厚披萨，抹上香浓的巧克力与摆满入口即化的棉花糖，甜食控绝对不能错过。最后一站呢，就是要介绍 JK 必做的拍贴行程。日本某些地方呢，还提供变装的服务呢。今天我要来介绍的就是日本现在的最新机种 Aoharu。这台拍贴机是移动式的镜头，可以将镜头移动到自己喜欢的位置，拍出自己喜欢的角度。除了有许多厉害的加工功能之外，洗出来的大头贴更是可以反拍立得，材质也跟一般的大头贴不同，相当的推荐哦。那我今天的影片介绍就到这边啦，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铃铛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Oh my god. Be happy, don't worry, be happy now.